我没有亲人了。故事还没讲完，那就算了。他最喜欢听朴树唱歌，也许是你在岁月中，我还跟他说等他以后有钱了去新疆听。如今这里荒草丛生，没有了鲜花。这个给我的。他这人就这样，明明心里什么都有，偏要装没有；明明在乎，又要装不在乎。我爸不在了，我要照顾好我爸和我姐，结果还是没有做到。说到底，这就是我们的命。